三，哦，亚洲哥，又是一条大鲤鱼。姑娘，你先别吃了。你俩真会啊！我想鱼没钓光了嘞，不一太吧，都洗下水啊，叶把那拔掉嘞。没有吧？没，跟没用。这颗紫藤呢，是我花20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。本来呢，种了2年，已经长到10多米了。结果去年年底的时候，让丫头哥给砍了。阿龙，你别漏嘞！奶奶。没人，你给漏嘞，背没？又中啊！又背得真嘞。这没人，又收了就背啊！背。叫老板给吗？叫给，叫我再杀老给能给我老孙他去打死了的。喂哩喂哩，叫老板。在外头买包了呀，在以前就是给他包的。啊，搞钱玩。没得还痛没？不呢，紧张还多都没拉出来了。哪有得还痛呢？有没得嘞？没得，在外头买嘛，没钱。嗯，我叔叔不让我打光脚，他说今天那个水还有点凉。走了，我们去捞鱼去，去不去哟？捡螺去了。养螺养了快2年了，到现在呢还是亏本的，基本上没卖什么出去。喂，卖辣嘞，满家户了。我们顺便带几袋农家肥上去喂那个田螺。我们现在开始放水了。哎，大海，给老板叫漏过来。哎，等来弄来了。没有灯了。来来灯了，要灯弄。我叔叔担心我感冒。妈了，放给了你。你看，起码撸起袖子也准备下田了。你还小，你在上面玩啊。哦。这个螺还是蛮多的，其实呢根本就捡不完，它繁殖也挺快的。其实田螺呢还是挺好养的。但是这2年呢我们都在瞎搞，养了螺的田呢又放鲤鱼，那个小螺全部给鲤鱼吃了。我叔叔现在把那个铁皮搬出去，因为一刮风下雨呢这个就很响，邻居呢已经跟我们说了好几次了。你在中道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好了没？我这就说我们家的螺呢穿衣服上面好多青苔。但是很多朋友又说，哎，长了青苔呢，说明这边水质很好。快看，这里这么多都成堆了。哇，这个螺好大，你看，比一下。一个爷爷，一个孙子。姑娘，帮你来种呗。我叔叔说太多了，这个螺呢真的繁殖的挺快的。你看今年这个螺，好漂亮啊！其实像这种个头呢是很受欢迎的。你看，这么多，看，才摸了10来分钟，就得了一大桶。反正是捡不完，根本就捡不完。你看这里又有一堆，我的天哪！前面这里一堆。完了，哦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1、2、3，哦，哎呀，满满一大桶。这头呢应该几十斤是有了，先把这些螺搬出去，这里100多斤肯定是有了。100多斤呢，要不你再那边搬不了点呀。来搬满不能用的外头呗。嗯，好，把这螺洗一下，来洗过之后就漂亮了。
什么东西，吃了我们家这么多田螺，都堆在这里一堆。这边水还深哦。咦，这抓不到的，这水太深了。好肥啊，洗一下。这个可以，这个。我们领外带了。这种鲤鱼好吃了。红灿灿的。陈奶领捞我。你可大，可大我呀。这条也大。它力气好大。又得一条，又得一条，太小，拿了，这条有一斤多，哦，这，碰，甩我一身泥，哎，这条漂亮了哦，你看，这个漂亮。这条鱼说实话没有个50-60块钱买不到。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我们这边的鲤鱼卖得这么贵呢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喜欢吃鲤鱼。好鱼啊。嗯。兄弟。放糖。等阿妹。放糖。本来呢这条草鱼想拿回去做成鱼片的。但是我这就说太小了，先再养一段时间。不要把它弄伤了。啊，不弄伤了，不行。哎呀，龙哥，赶紧追，快追！他只要往那边跑，他就没路走了。捞到了，不是那条。这条，还有好多。哇，这条。漂亮。你过去就可以抓了。那你过去，我根本就跑不过来。过去嘛。跑不过他，那边水很深。就在这里啊，我都看到他的背啊，就在那里啊，就抓就抓到了。抓不到的，什么叫如鱼得水？哎，那里其实不深的，那里啊，哪里深了？哪里不深？不深的，你看，那边还要深。抓！抓！根本就抓不到，两条。哎呀！得了，你要往下面按才可以。抓住它那个。啊！站住！那位要走了，快变老了。给我看一下。嘿搞成鱼片，对，养了一年多，生鱼片还是要安排上的。喂，鱼王，
这条鱼完了。这条的，这条漂亮吧？一大桶了。这条鲤鱼应该是田里面最大的一条了，又得两条。哎，先拿出去，放盆里面。燕海围过来。燕海围。都没有进来吧？来，摸一下有没有？摸一下，你猜？应该有了。真有！往下按。咦，你看，又得一条。出去了。嘿嘿嘿，好了。翻过来，又得一条，你看，这些都不大了，放在这里得了。这些都能吃了。哦靠，这条好黄啊！到时候给姨父送几条，然后外婆几条，我们吃几条，你们拿几条回家，差不多了。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小的，它又会长大嘛。我的天哪，鱼王，这条更大啊！你看。这条两三斤是有了，过瘾过瘾！这条是金背鲤鱼，你看这背上一条金色的线。哎呦，这种鱼在我们当地呢是卖的最贵的一种。有的时候呢会卖到25块钱一斤。又两条。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鲤鱼。我们上次呢已经捞了很多了。看来我们低估了它们的繁殖力了。哇，这里好好看哦。哎，它的鱼鳞。哈哈。哇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鲤鱼？你看这个鱼鳞，不规则型的，病态的吧？这个是，我觉得是病态的。没有，好软呐、啊，它身上好软。哎，快点先把这个放了。哎，回来。回来。在哪里啊？高岸的。你看他头发能再笑笑吗？老总，你看到谁？哈哈哈哈哈！你都打电来得来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都在哪里？我火的脸。稳住好多了嘞。又是一条大鲤鱼。我抓到了一条残疾鱼，被鸟啄。这是一只鱼，坚强，不吃它，我们放它在这里继续养，看一下它能够长多大。又得三条，大丰收啊！大丰收，大丰收。我们选一下，小的呢继续养，大的呢拿回去吃，这种继续养吧。嗯，养。这是大肚鱼，这些我们就拿回家吃了。满满一大盆，这种鱼就好吃喽。
七宝，你看好多鱼哦！喂，你看，哇！哎，来，阿奶，这么记得，哎，把这没煮的，阿奶，这么记得。放下你们。下雨了，回家啦！回家称螺够吗？一百多斤螺哎！一百多斤够了。够了吗？够了就走了，回家。把这螺称一下，就可以送过去了。这是我们今年出售的第一批螺，还要十斤。装不了了，装不了了。你们老板是也是一斤就挣了，啊，还没你，我也两位。咦，老板来干！我老妈在煎鱼了，老妈做的鱼呢，是我们家做鱼做的最好吃的。炒一个苦瓜鸡蛋，今天回来晚了，简单炒两个菜就吃饭了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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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